己，就是有时候感觉自己的内心软弱无力，怕吃苦，缺乏毅力，怎样才能拥有菩萨的大无畏精神，像师父一样内心坚强有力，无私无畏呢？很简单，要有信力，要有信德啊，相信观世音菩萨啊，相信一切都会变好的，相信这个世界不会啊，菩萨，你这个叽里呱啦声音稍微轻一点好吧？嗯。啊，行行行，好，不好意思，啊、不会因为外界的环境啊所感染，那就是说心不被境转，这是学佛人那个境界。外面不管发生什么了，你的心不要被转动，你这个人就永远会成功，明白吗？很多人为什么会缺乏信心？因为听了别人说了啊。嗯、啊，本来对自己婚姻很有信心了，因为听人家说她老公外面花花的，她开始失去信心了，天天闹啊吵啊，跟老公搞啊，最后婚姻就结束了。你要相信，再怎么样人家有女人欢喜你老公，你也要坚持他是真的爱我的，我不相信他会离开我，所以你就活在自信当中了。你这个人当然天天有力啊，你还是这么像过去一样对你老公好，你说个老公随随便便发神经会离开你不啦？就这么简单了。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嗯，谢谢师父慈悲开示。